欢迎收看《涨跌密码》来看，今天台北股市震荡拉回，跌19点，收在15598点，成交量呢是2104亿元。那今天盘势怎么做解析呢？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，首先欢迎到是大宇国际投顾张宇明分析师，张老师好。田俊好，投资朋友大家好。第二位欢迎到陈奕群分析师，奕群好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盘面上观察，我赶快为您先请教张宇明老师。好的，今天陷入整理，跌了19点啊，大盘这个月。这个礼拜的周线到目前还是下跌4点，所以已经4天了啊，弯了搞了好几天啊，还没有涨，包含台积电这个礼拜也没有涨。盘势分析很难，如果你买错了股票，你会发现很痛苦，股票根本就不会动啊，甚至还会下跌。那我们是操作股票最大乐趣是什么？就是看你买的股票涨停板啊，心情就很开心啊，非常爽快啊啊。那张一鸣，你为什么不买台积电？我说我等一年后看不到一根涨停板，所以我不喜欢做台积电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台积电的格局，目前的格局什么？空头反弹，第一条曲线的空方，筹码动先翻多，所以是个空头反弹的格局。目前在540左右哈。好，目前周线还是这个跌的哈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大概在这里哈，这是一月底的图啊，那目前是540啊，这是523，那我们就还是在这个位置附近。哇，那这条线上去的还是套牢很大，你看这个就知道有没有量还是非常大，这边都是最大量区嘛，因为600块以上哈，大量区，所以我们都要解套，没有那么容易、啊。600块以下是老天爷礼物，现在连550都站不上，哪有什么老天爷礼物？所以我们台积电啊，要买，我说等600块再说吧。如果没有，我根本就连看都不想看他一眼哦。好，就这样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看呢、啊，这个是一个。特诊讲大师啊，他讲了跟我讲了一句话，我跟他交私交非常的好。他跟我说：“风水文章茶，万年不贵。”用台语讲，风水文章茶，懂得没几个了啊？为什么茶没有几个懂啊？茶叫乌名灿的啊，就是一个小偷把脸都抹黑黑的，那在夜间呢、啊、当小偷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。为什么茶叫乌名灿？你把它装在茶袋里面，它上面写个梨山，你真的以为是梨山呢、啊？搞不好进口茶，所以你不能光用袋子。外观去判断这个茶，那个没办法判断的、啊、那等你买回家喝已经来不及了，你不好了，你怎么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、啊、这个林大师说，风水文章茶，万年不贵、啊、包含股市也是一样，万年不贵。股市本来就这样啊，你真的以为很多人懂吗？那如果懂，为什么就要买一些错误的股票？买了哪些错的股票？我们再来说明哈。来，今天盘面上在整理，我早盘印的时候跌43点，来，哎呦啊，这个族群怎么红彤彤？叫生技族群，这是我挑的生技族群。那有没有不同？当然不同啊！如果你买了股票3天，看到2根涨停板，今天是跌10几点吗？今天是涨500点、欸，很开心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哪些股票要表现？我们再来说明哈。好，这是鸿海的一个技术长啊 ，MI 区的技术长，他还专门做电动车的。那这一期的《镜周刊》啊，刚寄到公司的啊，这一期《镜周刊》报道鸿海这个技术长。啊，跟鸿海打官司，要跟鸿海求偿，因为他被鸿海fire 掉了，当然很不爽啊。他当时也是这个特斯拉那边的，把他挖过来啊，当技术长，希望能够把鸿海电动车能够搞起来啊。结果搞了半天啊，去年9月就发生了，这个被鸿海啊请他走了，所以他很不爽，就跟鸿海打官司啊。这个周刊登出来了哈。好，这里面啊，包含内页都有写哈，他要跟鸿海求偿。6200万啊，当然他有他的理由，鸿海也有鸿海的理由。那为什么会把技术长请他走？啊，当然很简单嘛，一定是你做出来成果不符合这个老板的预期嘛。那公司要往前走啊，那你不合符合预期，我当然就把你请走了 啊。当然有一些劳资纠纷啊，最后他们在这个月要去新北的法院啊，这个相见啊，这个文章写了6页啊，你们可以自己买回来看。那我们说这个问题有没有发生？有啊，啊，张爱民事先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那我们回过来看鸿海的股价，来，鸿海营收6兆，台湾第一家突破6兆，鸿海很漂亮哦，哦，营收创历史新高哦，但是股价呢，股价来到1年半的低点，不是吗？所以如果你买了鸿海，对不起，你在蹲苦牢已经蹲1年半了，你在住在套房里面住1年半了，张爱民这1年半有没有跟你说我看好鸿海，我要带我的客户买鸿海？绝对没有，甚至我跟你说我不看好鸿海，难道我知道他们两个要吵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谁告诉我的？为什么做这样研判？那这样研判对不对？当然对啊，股价在1年半低点啊，所以我跟你说我不看好鸿海，没错嘛哈。好，那你再看到今天杂志，那我想更清楚了啊，这说明的更清楚了，原来是有问题发生的啊。这个技术长当然就是技术里面啊最主导的人，就技术长被公司请他走路了。那你想想看，这造成的影响是什么？表示他没有产生应该有的成果嘛哈。好，
那不是鸿海股价来到一年半低点，张一鸣你怎么知道？我早就知道，我早就跟你讲了、啊。2020年一整年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讲我看到鸿海？没有啊，绝对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不看到鸿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样研判？投资朋友，来，有没有看到很多卖出讯号？有哈、哦？有没有看到曲线跌破转空了？所以张一鸣跟你讲，我不看到鸿海，原因在这里，我不是乱讲的。那最后正确有没有正确？有，很正确啊。如果你看到你蹲在套房一年半了，你很痛苦啦，不是吗？你今天看到这杂出啊，怎么这样？技术长他走了，啊，被公司请他走路了。哇，那这还得了？新的技术长是谁？他如果不能把鸿海电动车带起来，那这么大的投资那是很可怕的。对，去年做6.6兆哎，啊，但是手机的代工啊，当然就是利润越来越少，啊，手机销量也不好了。现在要靠什么？靠电动车把鸿海集团撑起来。那如果你不能把鸿海集团的这个营收撑起来，你的电动车层次技术不到那里，那这个后果很可怕、啊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所以张一鸣有没有看到鸿海翻多？没有啊，没有我就说没有啊，有我就说有啊。所以你看这一年半，我就没看到鸿海翻多，看到一大堆卖出讯号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不看到鸿海啊，原因在这里啊。那最后证明我对吗？没错啊，我是对的、啊。股价来到一年半的低点啊，当然对啊。如果你看到它营收创新高、创历史新高，你一追你就完蛋了。你现在住在套房里面就很辛苦、很痛苦了，心情就很不好了、哦、好，所以我们的股市高手要耐得住寂寞，没有买点出现，你不要急。你每天这边讲，害死一堆人，有用吗？没有用啊！买点没有出现，你不要进去，你进去堆冷板凳，动弹不得，股价套在那里，别人在涨，你不会动，那你就心情很不好嘛，懂意思吗？要耐得住寂寞，要经得起诱惑啊，这非常非常重要了、哦、好。那如果买进去，有时老师我耐得住寂寞，我在这里困一年半我都没跑，啊，这不是耐得住寂寞，这是哦，这个不对了。包括有一档股票，他跟我说他买了两档股票，因为客户常常都会参加，啊，这个每天几乎都有了参加我的会员啊。老师，我跟你讲几句话，可以啊？服务员就会把电话借给我。老师，你说高手要耐得住寂寞，我耐得住寂寞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，你怎么耐得住寂寞？鸿海我买一年半我都没有跑哎、欸，还有一档玉清光我也买。一年多了都没有跑哎、欸，我耐得住寂寞，你有耐得住寂寞？你都赔得快脱裤子，还耐得住寂寞？这样懂意思吗？那为什么这股票你买进去不会涨？这不是耐得住寂寞，这是鬼扯的，不是哈、哦？为什么？空头格局啊！哎、欸，老师这边有翻多，卖出讯号一大堆，要翻多也没用啊，压力嘛哈、哦，卖出讯号就是压力嘛，压下来嘛。所以你看这两年买进去玉清光，对不起啊，你赔得快脱裤子了，所以不是耐得住寂寞。就是麻木不仁了，当然不好听了、啊、可是你真的赔很多钱啊，这钱快70%都赔掉了，你不是麻木不仁什么？高档转空800多你也不跑，报到200多，那不是麻木不仁是什么？所以如果你做股票是用麻木不仁的方式来做股票，那不是耐得住寂寞，那是真的是麻木不仁啊！你说没什么跌啊，可以有耐得住寂寞，如果跌了那快70%还耐得住寂寞，鬼扯啊，不是？所以如果你做股票这样做，你就完蛋了，你早晚会把你的钱输光，那是很可怕的。有些人年纪大了，他也没有工作能力了，你要再去赚钱，你当管理员，人家不用你。年纪那么大，怎么当管理员？不是吗？所以那是很可怕的事哈。好，哦，原来空头格局不能买，所以你去买空头格局的股票，投资朋友就注定你在股市的这个日子会很痛苦，要么就套牢，要么就赔很多钱。这不是我们来股票操作的目的，我们股票是涨停板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是来股票套牢的，你那你就不要来，对不对？好。操作的方法很简单，原理原则在这里，日线转空，周线转空、啊、你要去买它，那、啊、你买它怎么会有赚钱的机会呢？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做股票很重要，观念要正确啊，不是耐得住寂寞套6-7成说耐得住寂寞，鬼扯，观念不正确、哦、工具要正确啊。张一鸣怎么知道这一年多我不讲鸿海好，我都讲了不好，工具很正确啊，所以我知道它转空了嘛，压力很沉重嘛，这两个做基础，你的操作才可能是正确，最后你才会赚到钱，这是不会变的。现在这样，5年后、10年后也是这样啊。你的观念都偏差，你怎么啊？每天营收创新高就要买，你最后早死啊，不是吗？所以你观念一定要正确，你的工具一定要正确。最后你因为这两个做基础，你的操作才会是正确，最后你才会赚到钱，就这么简单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如果反过来，你买错了还要抱着啊，老师我那做期末，这是麻木不仁的，完蛋了、哦、好不好？观念哪一通，探钱股用阿公；观念哪不通，做人就两公。个性若不改，注定徛乌多摆；个性若改，面如水在里晒。啊，这种台语念比较顺啊，国语有时候转不大过来。啊，台语念起来铿锵有力。啊，懂意思吗？个性若不改，注定徛乌多摆；
个性的钙变乳水在里晒，哎呦，练起来很舒爽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友达群创本季恐亏损100亿，啊，这是前几天的新闻，来，今天发布了，友达亏损210亿，十年最惨。当你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天哪，友达群创惨不忍睹啊，赔60%、70%一大堆啊。那你为什么去买友达？你这几年你什么时候听我跟你说，我看好面板股，我要带我的会员去买面板股？没有。你看我节目，我不会这样讲啊。所以如果你去买，绝对不是因为我看好，然后我跟你说我要带会员去买，然后你就跟着买，不是，绝对不可能。张爱敏，你为什么不看好？你告诉我，你买了几年都赔啊？外资买10万张有用吗？没有用啊，照样赔啊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所以你要耐得住寂寞，不要麻木不仁，麻木不仁就完蛋了哈。张爱敏，你为什么不看好面板？我讲过了，讲过就好，不要一直讲，一直讲也没意思啊。这种股票我是不会买的哈，好不好？好，另外一个航运股，马士基看坏今年获利恐怕掉70%。今天有两个新闻都跟航运有关哈。好，马士基看淡今年全球的贸易，哎呦，看淡70%啊，马士基全球数一数二的这个航运啊，这个货运大厂哦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些大商家，他竟然看坏了，哎呦天哪，对啊，他竟然看坏了。可是2021年七月份，他不是都看好吗？很多人不是说航运股一张不卖，好运自来吗？那如果你认为那些好一张不卖，好运自来的人，你认同，你去买，你死啊，你完了！我跟你讲，你真的完了，你就赔死！我跟你讲，对啊，一张不卖，好运自来，那摔死还是好运自来。现在跌60%、跌70%了，跟你说我看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想想看，2021年七月份你在做什么？最高档的时候，行业最高，你在干嘛？你想想看，你为什么去买？你一定看别人节目了，也不是看我节目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不能买啊，这转空啊，懂意思吗？有讲吗？有啊，2021年7月20日，东森画面有讲啊。航运股即将上演倚天屠龙，我当天节目下午2:04:40，一定有讲。如果没有这个，是我伪造的，没关系，你缴了费用，我全部还给你。哎，老师，我缴10万给，哎，没关系，我全部还给你。老师，我缴20万给，没，我全部还给你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拿假东西上电视，你放心。这东森画面截图的嘛，下午2:04:40，这边有时间啊，这东森的画面都东森都有啊，我确实有讲啊。航运股即将上演倚天屠龙，2021年七月在哪里？这就是七月啊。这就是七月啊，那如果你看不懂，天哪，天哪，错赛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错赛了？啊，股市里面真的啊，看得懂很少了，鬼扯一大堆了哈，不是一张证照就能做股票，不要傻了哈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说2022年，我从来没看到航运股，我也没看到鸿海，对不对？我也没看到货柜三雄，我也没看到 ABF， 啊，对不对？台积电跌了46%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想，航运股跌。等一下更深跌60%跌70%，金融股跌32%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不看好是正确的嘛，好不好？好，力旺营收获利写历史新高，很好啊，哦，税哦，很漂亮哦。来，股价呢？航运股啊，不是航运股，力旺前年前部的啊，去年盈余25块哦，税哦，来，股价跌64%了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这两个连接得起来吗？这两个连接得起来吗？那目前呢？目前就是低档盘整了。所以请问你这段要不要避开？当然要，不然你钱就不见了。你融资买已经断头两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每天看营收创新高，盈余创新高有用吗？有用它就不会这样跌了嘛，不是吗？张爱民你怎么看？来，格局不对赶快跑啊！目前还是一样，就是空头反弹嘛。所以我不会做这种股票，你做你也赚不到什么钱的，说真的。啊，这种股票就是不能买。我没叫你去放空啊，空头反弹你不要，那反弹你去空它干嘛啊？那个架构不全啊，第一线转空，所以我不会，就空头反弹而已哈。好，那我们再看比较乐意，哎呦，60几%。那如果你不跑，天哪，500多不跑，跌下来60几%，哎呦，啊，这一段不是转空了吗？对啊，这个点啊，转空了吗？你去买它干嘛？现在翻多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你买它干嘛？急什么？耐得住寂寞，不要乱买，懂吗？空头的时候不要抢，不要麻木不仁，跌60%、跌70%你都不晓得，啊，最后你在股市里面你怎么跟它应战？等你的股票解套。行情早就结束了，那你还玩什么？不是吗？所以股票不能麻木不仁哈，好不好？好，金利科跌8几%了，有人喊了一整年，到现在，那所有的客户、所有会员都死光了。说真的，这我真的看到这样，每次看到这股票我都很难过。你看他电视也好，你参加他会员，你多痛苦啊！一整年呢，跌80几%，不是没跌，那你会不会很痛苦？一定很痛苦了哈。为什么？格局不对嘛，格局不对，你不用追了，追也没用了哈。方法很简单，用张爱敏股市第600则啊，日线为主，周线为辅技巧去判断它就可以哈，好不好？好，华虎来了，
张老师，你讲了半天都不能买，难道没有一只可以买？当然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有啊，来华虎有没有？哎呦，帅耶！投资朋友，你看多漂亮，对不对？今天高点到 50.5 了。那如果你在三天前，今天是2月9号、2月7号，你在42.2块，你给他买进，哎呦，啊、这段就是你的哎，这很幸福哎，42.2块哎，50.5，8块多嘞。那你会不会很幸福？张老师，你为什么这里才要买？1、2、1、2、3、4、5，对不对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个了，六个压力有没有突破？有啊，一定有突破才会买啊。最高在哪里？最高在这里啊，40.49嘛。那请问突破了没？有啊，突破啦，42啦。突破有没有三千分都一定有嘛，不然我不会追嘛。哎，要上就上去了，看到吗？这不是我告诉你的方法吗？就这里啊，就这个方法啊，很简单啊。所以你必须有方法有技巧，你才能够找到对的股票。如果一档股票三天而已哦，40-50块，啊，40几块，已经赚了将近8块了。今天高点50.5了，不是吗？42跟50.5不是8块2了，8块3了吗？啊，42块你可以赚8块3，哎，快20%哎，三天快20%，那你会很开心、很喜悦、很雀跃，每天期待它开盘，一定会啊，不是吗？你不是买台积电要直播，你再怎么看还是那里也不会动哦，好不好？所以很简单，日线有没有翻多？有啊，没错啊。哎呦，有没有压力？有啊，三个压力。有没有突破？有啊，三天前一定有突破啊，突破我才会买嘛。买完之后隔天跳空，今天又拉高。所以如果你现在哎呦，我有三千万多，日线也对啊，周线也对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买这种股票，这普通会员买了，过去这里有普通会员买，三天前买的，对不对？三天前对不对？对啊，三天在这里啊，很漂亮哎、欸，是不是刚压力突破？对啊，买了，砰砰砰涨三天，心情非常愉快、欸，人生会觉得非常的美好、欸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档宝瑞。哎呦，你看盘多久？不多了，盘两个月，盘整了两个月涨不动。投资朋友，张敏，你们这一段会不会买？当然不会了、啊，我买就盘在这里，粘鼠板粘的不能动啊。三天前买进涨停板，昨天又涨停板，今天又拉高。哇，这太幸福了！天哪，这两个月都不能买啊，你买进去套在粘鼠板里面哦。三天前买进涨停板，对不对？三天涨停板，七号涨停板，八号又涨停板，今天又大高，哇，这太幸福了、啊、你说老师，我已经买两个月又三天，那你套这两个月有什么好高兴的？你告诉我，你套两个月要干嘛？不是吗？你买这两个月套在这里有什么用？买了以后涨停板，昨天又涨停板，今天拉高，哇，天哪，睡了，太漂亮了哦！来，没有？太早去训练了，坐在那里坐冷板凳嗑瓜子。我现在很多人都有经验。跟你说啊，12点要开席，我搞到1点、1点半才开席，天哪、啊，肚子好饿哦，准备要去 吃大餐嘛，菜还没上来啊，嗑瓜子，没办法嗑瓜子，太早去坐冷板凳嗑瓜子，有人运气好，一坐来哇，开始开菜了，哎呦，好幸福，都不用等，多幸福啊，对啊，应该是这样啊，你不要一直坐冷板凳嗑瓜子，多痛苦啊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再看这个股票，这两个你去买有什么用？没有用、啊，三天前买进，买完涨停板，昨天又涨停。今天又拉高，哎呦，太漂亮了！做股票像这样，懂意思吗？好不好？好，股市高手阿奈尔朱吉莫，两个月没涨，你不要乱买啊！还没盘整，还没脱离，你不要乱买、啊，懂意思吗？所以我才跟你讲，你要耐得住寂寞，要经得起诱惑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哈，好，买点到了，买了，买了以后会怎样？七号买的，涨停板呢、啊？有啊，昨天啊又涨停板啦、啊，多开心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高点来到538了。这样会不会很开心、很幸福、很快乐？多少买的？这边有写啊，特别会员哦，啊，这个562买的，562啊，462到538，今天538，38876，这一档股票到今天高点76块了，76块啊，76000了，三天而已啊，看到两根涨停板了，三天两根涨停板，有啊，有啊，昨天涨停，买了就涨停了，有啊。不是吗？到今天462嘛，今天538，76块了嘛，你看会不会很开心？很开心啊，很幸福啊，很美满啊，对不对？没错嘛，哈。好，那我们说日线对，周线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也是对的啊，周线也对啊，日线也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张老师你这两个月不买啊？这怎么买？为什么三天前要买？两个压力嘛，突破了嘛，突破就买了，马上就涨停了，哎，又涨停，哎，又拉高，股票是这样操作的。你没有这种技巧，你想要在股票赚钱很难，还继续坐冷板凳先套两个月，起笑对不对？你买进就疯了对不对？套两个月你怎么操作啊？好不好？
日线也对，周线也对，符合这个原则啊。所以照明买股票是有方法、有技巧的，有原则的，不是乱买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宝瑞几下，耀华要当升级股王。宝瑞怎么样？营收也到百亿了、哦，你看这个图，营收去年103亿，有啊，没错嘛哈、哦、，EPS 到10块以上的。所以照明有没有跟你讲？有啊，营收百亿的第一家公司诞生了，叫什么？就是宝瑞嘛，有没有？有啊，不受影响，对不对？啊，景气影响，医药代工就是 CDMO 了哈 ，CDMO 的龙头就是宝瑞嘛，有没有？一定有讲这之前的图卡。张爱民，那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买台康生？台康生还没有啊，我一秒就看懂了，我需要去研究吗？去拜访公司吗？不用啊，还没啊，还没就不要买啊。对，宝瑞是对的嘛，我就买宝瑞嘛哈，有没有？一个好的分析师要怎么样？工作尽力，绩效没有欺骗。张爱民任何一天上电视用假绩效。你缴费用全部退还给你，任何一天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拿假绩效上电视，啊，绩效没有欺骗，内忧出现就打得到，所以我刚刚分析说明，我想都证明了，两个一盘整，我不证不，其实出现了，我买你说我都买了，买完就涨停哦，两个，宝瑞上次也赚了不少哦，上次赚了啊，包含除息的啊这个100股，所以总共赚了51元，啊，那今天高点又到76了，到这边啊，这档股票我已经赚超过100了。多开心多幸福啊，上次七到啊八月到九月操作升级股，哇，太开心了。这一次会不会像这样赚这么多？我做过台钢升啊，有啊，对，没有买点到我就不买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上次也做过宝瑞嘛，哦，这就是上次操作宝瑞的，所以股票是这样做，你就会很开心很幸福很美满，好不好？好，人的磁场很重要，多跟善良在一起，多跟真诚的在一起，多跟正能量人在一起，我想这三个我都是符合的，哦，小鼠 A25006999 这部代理码可以搜寻加入，有问题发上来记得留下电话，把先交给庭娟。好，那么更多操作建议广后来继续再请张老师帮大家做解析。欢迎回到涨跌密码，我们再把时间交给赵明老师。中兴电元年营收创新高了，当你看到创新高的时候，那请问股价在哪里？来，股价在哪里？哇，股价是早就涨一波上来了。那如果你能够在去年12月2号，哎，这个买点出现就买，哎，天哪，这里哪里？56哎，65了，哎，快10块钱哎，这样才是对的啊。不是涨一波你再来追，那你要赚什么好不好？好，神准业绩赚两个股本，很棒啊！来，投资朋友，买点在这里啊，219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这里看得懂，哎，这段是你的，哎，天哪，不得了哎，懂意思吗？这个今年的1月31。所以你不要等每次查去他要追，那你要赚什么？买点突破就要看懂，要看懂才能买嘛，好不好？好，创意天哪，一大波上去了。那如果你在这里看得懂，11月11号，哎，买点出现了，因为得把这两个压力突破了嘛。那这一段就是你的，天哪，这里多少？550，现在640，快100了，那不是很开心吗？所以做股票要有方法、有技巧了哈。新兴这段不能买，你买去完蛋了哦。从去年4月16啊，4月15就出现转空，你就要避开，没有避开，最少都50%-60%啊，你会陪他哭哈，好不好？资源一样，这一段你要不避开，不避开不得了，6%，懂意思吗？瑞裕创也是一样，这段转空你要避开，从4月开始哈。好，五茂也是一样，2021年4月开始转空了，你买进去也没用啊，到现在快2年了，你赚不到钱了，对不对？华湖哦，今天来到50.8、50.5，那如果你在3天前42.2看得懂，哎，快8块嘞，8块多嘞。那我很开心，很幸福，哇，很幸福，很美满，对不对？具有投资朋友涨停板有哈，昨天也有涨停，两根涨停板的。如果你买的股票又是两根涨停，哇，太开心了，这个两根涨停，对不对？很开心。做什么有讲哦，2月7号就有讲了，对不对？做什么？哎，没错嘛，你看是不是很开心？两个涨停板呢，实实在在哈。做什么？做啊 ，AI 机器人非常棒的哦，功能很强大的哈。好，时间不够，我们不讲。宝瑞又两个停板了，哇，太幸福了，对不对？这两股票到今天。啊，已经赚很多很多了。下次你要看我，哇，怎么又赚100多块？你不要觉得压抑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有这样功力，人生就很幸福。小老鼠 A25006999，这是我赖的密码，可以搜寻加入。有问题发上来，记得留下电话，再没有快速回答。时间交给庭娟。好，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。要提醒观众朋友了，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且自负投资风险。也祝您投资顺利，我们再会。